其实我们鼓励患者就是说，坚持服药，定时定点的服药。另外一点呢，就是说要让患者对自己心绞痛发作的规律有一个了解，起到预防用药的作用。但是临床上呢，往往有些病人觉得药物有效了，就经常的去含服硝酸酯类的药物，甚至有些病人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，一天呢用十几片、20几片的硝酸酯类的药物，其实这样对病人呢也并没有好处。硝酸酯类的药物服用的话呢，就是说，一定要预防它的耐药性。所以预防耐药性呢，就是说对于患者来讲，就是说，在了解自己心绞痛发作规律的情况下，按时定点服药，不要呢盲目的反复的一天多次的去用这些药物，这样才能减少硝酸酯类的耐药性。